次成人志孝的亲妹妹朴智英，近日以艺名李夏英正式展开了演员活动。据了解，经纪公司六日在官方 IG 上传了介绍新演员李夏英的贴文，并上传了多张照片。从公司释出的简历照中可以看到，李夏英的五官有着和亲姐姐志孝相似的地方。此外，由于李夏英在出道前曾以模特的身份活动过，因此拍摄时她能够轻易地摆出不同的姿势和表情。而随着李夏英出道消息传开后，网友们也纷纷表示志孝家族的基因超强，妹妹也超美的。不过虽然她是志孝亲妹妹，但反而长得像队友娜莲娜。